童的父亲刚探视完女儿的状况，看起来心情好沉重。这几刀划得不轻，伤口还在渗血，让他看了好揪心。血溶指数是3啊，那今天只有10，表示他有伤口在胸部，要进行手术去做彻底的检查。 就怕伤势伤及肺脏，上午医院也安排肺部检查。现在家属蜡烛两头烧，一方面女儿被刺还在加护病房，一旁的弟弟目击过程饱受惊吓。小儿子他比较内向，那表面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心理建设。他殴打完才用刀，好像有看到那个哥哥，那时候的恐惧才是真的怕，谁接受啊？ 今天是，如果是他是我的话，他会接受吗？今天我很愤怒，从后门好不好？为什么下重手？他向警方供称，因为曾经被霸凌，一次是在国小，觉得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；现在则是班上的大姐头对他言语霸凌，动手羞辱，拿刀其实是要报复他。完全没有霸凌的事件，完全没有所谓的大姐头。那导师也去调查班上的同学，啊，班上同学说没有这样的人。 校方紧急介入调查，澄清没有霸凌，父母和老师都没察觉他有异状。但犯案的高中生指证莉莉，现在被裁定收容，被霸凌有阴影，对其他人下手，让受伤的女童家属怎么能接受？三立新闻孟国华、薛敏娟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